你到底是去创啥？我就是要让你创啥？你刚才你欺负一个叫林子彤的查某囡仔，你是杀迄个叫林子彤的查某囡仔？你去往迄尾也走，都已经造成真大伤害，你竟然搁把尾也走，传到网络顶关？像这款垃圾去大街丢钱的查某囡仔，你到底是不是查某人啊？ 这我是有原因的，我唔管你什么原因啊！你安尼欺负钱，不管查某囡仔，你是笨手。对，我笨手，我早滴袂客气。飘，你这是跟倒哪只啊啦？爸，既然你拢一直在电话中，那恁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应该讲清楚。 你一个做事大无事大款，用这款垃圾手段去伤害子彤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要给处理啊！别搁卡，卡也卡无啊！行紧的啦，拖时间了啦！行紧的，行紧的，这届你是绝对走袂去的。恁两个查某体，甲对我安尼无大无小，是我了神啊是嘛？较掂的啦！ 凯宏，拄则我伫车顶已经甲你解释遐尼久啊，我对宋凌峰这是有仇报仇，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你嘛因为杀掉迄个查某囡仔，你就安尼是非不分。三角，你这种叫着穿着黑白乱单、无差别报仇，这是是非不分。你有冤仇，你去找宋凌峰就好啊。你去用自动是要创啥？我是恁叔啊。 我做代志敢得需要跟你解释？你着算无尊重我，你莫尊重恁爸。我无可能去尊重一个欺负查某囡仔的人。当时一个正单纯、正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却受到你迄种毁灭式的报仇。你想看卖，伊是开偌济时间才重新开始，伊是偌打拼才为地下爬出来。结果咧，你为着暴力的鸟车冤，你通通啊饲几下电脑按键，你着家己搁太多等于地下。 我真正无看过你这么无良心的人。但是你变作死应该知影哦，原本我无想要跟你讲那样多啦，我想要跟你直接变作小波块啊。迄生活我带念，你甲阮爸有几十名兄弟的感情，我乎你死啊明明白白。你即卖意思，是想要爱恁叔阿命？哎，妈咧讲哦，阮凯宏哥只是想要送你去住海景套房底牌啊。 哦，你到这片大海哦，永远做伴啦！恁这阵囡仔，恁囝，罗某就敢做啊！二点我嘛敢困啦，无彩我叫你一声负担，结果你竟然做出这款伤害查某人的代志，我实在对你足失望的啦！恁这几个生仔长，根本就三无状况，其实是这一切根本就是误会。遐相片。 我是想要用来威胁人家，用来控制因的尔，唔是要针对林志同。我为着这個，佮特别去后尾安怎甲相片送马赛克？谁知影相片传出去以后，竟然是无马赛克的，所以我根本无迄个想法。这一切拢是误会。误会？你这个误会毁掉是一个人的人生。我唔是因为这件代志，我才知影，自从为什么拢是青蛙色的，唔是你带潮流。 是因为伊感觉伊的人生是乌色的，是乌暗的。你嘛是更生人，你应该知影，一个人爱重新开始是偌困难。伊即马当上有咩？伊若是真心，你爱一个上魂入血的人。
搁安怎死守第二摆重伤？你即摆不哩替你家己出足好，你一点仔拢无法度感受别人的痛苦，你一点仔同理心拢无，安尼就代表你无想要做人啊嘛？好，我成全你，予你重新投胎，予你后世人做一个无悔无目屎的飞机。知道，这个世界搁欠一个笨手啊！我替你报仇啊！皇上开庭，安心上路。林家小聪啥？去笑笑。林家大闹阴市，是要吃面子吗？开封啊，就算讲你现在大汉了，做什么代志免甲我交代。你当我的外贴的，敢免小甲回去？你伤害子彤的时候，敢有甲我回过？这种伤害查某囡仔的笨手，爸，你要提伊啊？伊是我兄弟，伊是一只老鬼。彩虹，你较冷静的啦。子彤的代志哦，等先拢甲阿姨讲啊。阮知影你是安怎遐尼啊生气，我嘛真猜到阮阿姨是安怎安尼做。啊，无你想看卖，子彤，伊为着要重新伊的人生，伊遐尼啊拍拼，啊，起码你要为着这个人的过错，将你的人生甲前途拢毁掉，安尼做敢对啊？这件代志，咱就交予警方处理就好啦。我老婆要甲处理，啥要甲处理？哎，我帮你抓，不可能。我来处理啦。先甲人救起来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下再佫讲。有事慢走，救人。不过啥？有条，救人。啊，无即摆是安怎？化袂定难安，天地颠倒变啊笑。恁今日唔救人。后摆别个叫我大个，莫卖电话。当然，阮老岁无听你的话啦。只是，这大岁不是什么好人啦。嘿啦，阮讲救虫，嘛无可能救这只大岁来啦。废话啊！救人。是。大哥，歹势。不准叫你。开动。你即马硬要靠恁一个了，对？好，除非为恁爸死在甲打过。小乖乖等我的消息，想我头一话，你敢惹这个麻烦？若为了反背你，你吃亏家母，你到底要糟蹋你家己人生？那个查某，替我的人生去换伊三十年的荣华富贵，一口气我吞袂落。若是讲你想要报仇，你那个头壳当一只蟑螂身上，
你会当给伊过去，帮他们掳走，上传网路，这垃圾的代志你做会出来？你敢讲是我过去熟识迄个有情有义的大文啊？你敢解释清楚？算你衰啦！你给我打工！哥，这代志我处理。你有听到？放手！你再讲一遍，再讲十遍嘛，同款，算你衰。我跟你们讲一遍，是我做的，是我做的。我讲算伊衰，伊真正是有够衰。我本来无拍算要给伊的面见光，我搁甲伊拍马赛克，才知传去网络了，迄马赛克怎无伊啊？伊这毋是衰，伊这是啥？反正我讲啥拢无效啊！凯宏已经认定我是超过伊，让林子通我得罪了。你这做爸爸的，若要替后生处理代志，要较规矩的。我家己的手，才想办法请我林奇去讨。卡真嘛，你还搁咧想报仇？真正无彩，恁爸拼是拼命来救你嘞！这个冤仇我干30年，30年啊！你敢无法度想到迄个感觉？坤哥，你对我情义相挺，我真感谢你。啊，不过我真无简单，苦30年出来，会用想办法替家己报仇啊！想袂到，即马还死伫家己人手诶！宋玲啊，宋玲啊！我做鬼嘛袂帮你耍，我一定要逐天去找你，逐天凌迟你，你等我。宋凌峰，你嘛熟悉宋凌峰，伊甲这件代志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你哪会怨恨伊？怨恨甲做鬼嘛要找伊讨？无怪你会伫个玫瑰营内底下毒，嘛无怪你会对梓潼做出迄款代志。原来你的目标就是宋凌峰，对，那是我做的，所有代志拢是我做的，只要能让宋凌峰痛苦，所有代志我拢愿意做。你做代志，那请你也无轻无重啊！就算讲你对宋凌峰是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，那安尼你的目标对伊就好啊！你安尼去下毒，你是牵拖着无辜的人呢，你嘛袂当安尼对待梓潼啊！原来你怪伫个笼仔内，你拢无伫个反省呢？添血数，根本就无添智慧，愈活愈转去啦！我做啥物遐济？我做30年将入去关的第一工，我就暗算好啊，只要有一天我用出角，我就有新的人生，我人生的目标，就是要让宋凌峰痛苦，我要逐工。拢予伊活伫地下内底，你要予伊痛苦，伊袂快活，你赶快嘛无法度活了心安呐、啊！你安尼做是何物苦啊？我爽啊！宋凌峰伊对不起我，把我当作戆仔伫骗。我本来应按照坤哥安排坐窗仔出去，俺可以利用我的感情，设陷阱来骗我。我30年拢苦伫个人仔内，我人生上精彩30年拢伫个内底苦，我哪会甘愿？只要能对伊报仇，就算走着别人，我嘛袂插啊！别人？你把我当作是别人？你去拖累着伊，害伊第一条龙叫做我心，你一句唔讲就准准煞死！你困觉困觉，是你叫身体健康了啦！根本无从大看在眼内啊！好啊啦，恁大安这个代志，轮袂到恁插嘴。家己做的代志，家己担。为着我今仔日就予恁斩掉啊！别太别挂，在恁啊。